嗨，我是 May， 我是一名经络理疗师，我在这一行已经十年的经验了。在23年前的时候，妈妈的头部生了一粒肿瘤，当时呢，医生是说要把这粒肿瘤切除掉，因为如果不切除的话，会影响到她的眼睛会盲，意思说是看不见。当时我们就在想，哇，整全家人都在慌，因为为什么家里人有事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健康真的是很重要，所以妈妈就做了这个决定，就是动手术。手术过后有后遗症，后遗症就是影响到她的右眼看不见，所以我们就问医生为什么会这样，医生是说，因为手术过程我们的头部呢其实是有很多神经线，有可能是这样子会影响到她的右眼是看不见的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当时我就跟自己说，其实健康真的是很重要，我就从中我就进入了健康的行业去发展。又有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在3个月前呢，我的姐姐中了子宫颈癌。因为她本身没有生孩子，所以医生说，如果你没有生孩子的话呢，你现在已经有了子宫颈癌，如果不然这样的话，你就把整粒子宫割掉。然后姐姐就做了决定，因为她担心那个癌细胞会扩散到她的身体，所以她就做了这个决定。割除的时候呢，她是因为她要打那个麻醉药在她的那个美容骨，所以影响到她的脚，双脚是不能走路。连续3个月过后呢，她有去做针灸啊，她有去做阿哥帮着，可是呢还是不能改善。我们的公司 Wellness Detox 呢，我们有帮顾客做这个 treatment 叫做能量波动椅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叫我大姐来做，所以做了大概第一次的时候呢，她做了过后回去，她感觉到双脚好像有感觉有力了，因为之前她是要用那个拐杖走路的。过后她做了第一次过后，她就感觉脚比较有力，所以我就跟她讲 OK， 你就可以的话1个星期来2次。然后她做了2次，就是连续做了8次，八次过后呢，他改善了很多，就是他的脚至少他不需要再拿拐杖走路了。那个时候我很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想，我进对了行业，进对了健康的行业，可以帮助我的身边的人，就是不只是我妈妈，还有就是我的姐姐。所以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很有成就感。能量波动椅这个理疗真的是很棒，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，激活我们体内的细胞。所以要分享给大家呢，健康其实真的是很重要。祝我们的公司 Wellness Detox 4周年快乐！